玄门鹤女燕回刺杀国主。走开呀！追燕回！我想以燕回的名义入伙花苞，他亏了，算我。你凭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够不？妾身名为隐惑，当年也是普通的小妖一枚，受黑河结界所影响，玄妖之力皆会被削弱，就是再厉害的宗师来这儿也会变得与凡人无异。我想做龙主夫人。你要是想活命，就让那玲珑赶紧把你休了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妾身这旷世的容颜，哎呀，玲珑，你就是我的真爱呀！你可怜可怜我，可怜可怜我吧。贼人若混过严先生的检查，我们必须有另外的方法逼他现身。龙主是想引蛇出洞吧？这殿内有通鼠的气息。那严先生没有抓住的贼人就是通鼠师。我发现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我一条混走的同属师。你在护着这个女人，就是与我们青丘为敌。我们青丘再也不认你这个不讲是非的龙主了。这冷泉水源自于黑河源，至纯至净，也至寒至冷。哎呀，本来就是遏制这世间一切的力量，可他还要在水下强行的运用功法去加热这冷泉水，消耗那也是正常的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作多情，但是我发现你最近有把我们成婚假戏真做的苗头。如果是误会，那自然再好不过，如果不幸被我猜中的话，麻烦你克制一点。既是这样的话，我就用名垂青史墨为你书写保婚书，万世永存。这写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文中的字只有老夫能够翻译。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我要你们俩成亲。一起练就一起练，但为什么非要成婚？必须成婚啊。国主夫人没说必须成婚。是啊。好，我们成亲。你说这燕姑娘不是和白公子是一对吗？怎么这会儿听着像是要嫁给龙主了？那你个臭老头，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。你俩成亲就别叫我啊，我是不会去的。让开，让开。听这个动静，莫非你把整个龙骨都搬过来给燕姑娘了吗？你用这些俗物当聘礼的话，对燕姑娘会不会不太尊重？她会喜欢的。这些都是赵叔想让我看见的东西，他一直在阻挠我取得幽冥符。于是我负了你，我早该还你。那我借你一颗，
等以后，我再把真的那颗找给你。刘明夫，你必须拿到，我一定会让你好好活下去。天佑，这一路上，你虽然三番两次的害了我，但是你也三番两次的救了我。站在我身后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这一切。你们这有本奇书叫做幽冥赋，里面记载的方法也许能帮我治疗他。我也知晓取幽冥赋需考验两人默契，我可以随你去取幽冥赋。不用了，我做不到。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？包子。我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的梦想啊？我想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自由自在。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我与你共同经历了许多，论默契，我胜于白小生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看你在干什么。我在洗澡。他喜欢看人洗澡。哼，你有病啊。我们还是想办法先离开这个地方吧。你可知这地方有什么规律可循？是十二月间以北斗七星之斗柄姚光星所指的位置而建，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季节会分别指向十二辰，也就是十二月间，就是十二个月份呗。正月见寅，二月见卯，三月见辰，四月见巳。我手上的三就是三月，刚好对应你手上的辰。如此说来，只要地支和月份对上，我们便能出现在同一时空。那倘若白小生的生肖也对上，我们三个不就是可以相聚了？说不定能找到出去的办法。对，赵公，公子正在医治眼疾，你怎能不经通传便径直入内？收到消息，玲珑天药近日已出现在我青丘地界。啊，天药他来了。可玄门诸多门派也在三重山附近聚集，今日传来消息，要我们交出玲珑天药，否则便威胁我等再起玄妖之战。我喜欢你。我觉得他配不上你。你既也被黑气所困，不如我也帮你一把。你这是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他可不一样啊！你这一刀下去，我可能就没了。耀辉他这个人杀心真重，他又不会真的杀你。耀辉，希望取回身体后，你这一生都能平安顺遂。算是被他拒绝了吗？我要给他一点时间，等他。在等我吗？你又来了。哎呦！哎，你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神出鬼没的出现。
这几天他们都待在一起，怕不是已经情根深重。龙主，你帮着去取剑吧，我们来负责把这两个灾星赶出龙谷。嗯。龙主冷漠又强大的样子真帅气。你看，狗狗开心。你认真点。我很认真。从前有一名隐士叫北郭先生。燕回，你越界了。我知道你这根本就不是在为了未来而努力，你这是在惩罚你自己。是又如何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心疼。